咳痰出血别轻忽，严重恐是这疾病。之前做直播，一天8到10小时，发现我讲话声音都是哑的，吐痰都已经有血，内视镜的东西进去照，咽喉都脱了一层皮。我们主持人哎，你一句还我一句，做直播从头到两小时到尾，痰里面有血，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警讯。我是这位男士，痰里面还会有点血丝，扁桃腺后面也全部长满肿瘤。今天下午5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喊话。